接下来看这老的滚滚的现场，是伫咧欢乐行动会。欢乐行动会今日有160名来自中华民国农会中立办事处加政班的班员，来到迎宾视察及举办第112年度加政班联合观摩暨精灵见识活动，双方互相交流，气氛相当热闹。今日中午伫欢乐行动会的迎宾视察及，得来了相当多的贵宾到访。是中华民国农会的中立办事处加政班的班员，总共有160位。欢乐乡农会总干事赵信芳嘛特别前往现场来接待，欢迎大家来到喜爱故乡。今天中华民国农会中立办事处的家政班成员啊，160位来到番路乡农会迎宾室茶几来参访。番路乡农会非常的荣幸啊，能够接待这个参访团啊，代表说番路农会在行销方面有受到大家的肯定跟重视啊，大家是慕名而来的。好，那也借着这个活动哈，让我们有所学习，大家互相交流，期待番路农会继续成长。今天参访团来，因为正好不是我们的市值产季哈，所以除了到我们的旅游地点番路乡的牛埔仔大草原啊，另外在我们的工厂部分，我们安排了导览解说啊，也会到我们的卖场哈去品尝我们的产品哈，来做产品的介绍。番路乡农会总干事赵信芳表示，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欢乐乡，虽然受到场地限制的关系，仅仅可以分成两批的方式来参访，不过农会方面也会为大家好好介绍欢乐乡的特色农产品，让大家对欢乐乡更加了解。最新新闻中心向欢乐乡采访报道。经常到处在参加活动，或者在私底下跟一些地方的人接触，大概你最常听到的语言大概说管丢你那家里金，大概认真是一个公司，因为你认真，公务人员才会认真，老师才会认真，乡亲也才会认真，发现到哇，一个管丢这样领金可以管那边，也来买领金，乡下人比较内敛，比较含蓄。那实际上你从握手跟他对你的态度，你都可以感觉得出来，他对你是喜欢的，他是肯定你的。实际上乡下人很难会用形容词去称赞你什么，从他的互动的肢体语言跟他看到你那种高兴的程度，我们都会感受得到。我认为嘉义人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嘉义人变得越来越有信心，那再来就是对嘉义开始有想象力，有希望。那像这是这4-5年来我认为最大的改变，不管这个地方住了多少人，都可以在这边安身立命。五号是真的很危险。对啊，五号是真的很危险。学长，不是你，是他。行经五号至路口要减速慢行，注意标志标线，该停该让，不能马虎。没有标志标线，少线道要让多线道。五号至路口依规定停让，多多注意，安全有保障。五号至也可以很安全哦。